骑士骑到一半，右边突然冲出两个小孩，差一点点就要撞到，吓得魂飞魄散，赶紧刹车。再看一次，小朋友狂奔，快撞上，瞬间动作超快，扭了一下躲过一劫。网友狂酸：暑假特产，滴滴，你们这样早晚的啦。如造成他人受伤，尚需负起相关的刑事及民事责任。警方表示，滴滴这样乱闯马路要挨罚500元，家长可得好好监督。屏东则有少年疯狂违规，17岁骑车上路遭拦查，无照罚不怕，还常常没戴安全帽。满18岁后也不考照，17万罚单缴不完，光是无照就挨罚10几万，被催缴也不理，他爸爸只好负替子偿。分期正常缴纳的话，虽然是有之前这个罚单，那仍然可以去考这个驾照。9年级生骑车违规一堆，嚣张罚不怕，让家长很头痛。孩童马路当操场，狂奔乱闯，差点被机车击落，还好有闪过，惊险瞬间让人捏把冷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我是哈远仪，不用说故事，写自己的人生故事。有争议的拿证据说，被掩盖的挖出来说，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。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，我是哈远仪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